嗨，大家晚安，我是吴姐。那今天呢，要继续来实况集合啦，动物森友会。那再过两天呢，就是平安夜啦。哎，但是呢，我完全没有什么想法，就是不知道要买什么礼物，因为到时候要跟村民交换礼物啊。那我在想说呢，我可能也只能送水果吧，送其他东西好像都会搞坏他们家的家具哦。嗨，火鸟，很热哦，我看你穿这样我就知道。来，对哦，我可能都只能送你们水果咯。哦，搅拌机耶。水梨子哦，蹲式马桶哦，好，又多一个家具了，梨子哦，哈哈，到底是怎么了？这个岛上是流行细肩带吗？各种细肩带，哎，可以不要这样子吗？你们？但这个细肩带呢，我觉得小桃可以穿，对不对？来，这个是阿姨送给我的细肩带，她说你穿起来会很好看哦。对哦，对哦，耶、yeah ！我这个有保护色哎，插肩 T 恤，哦，这个好多了啊，这才是我要穿的东西吧？耶、yeah ，这件我喜欢。平安夜感觉好像要做些什么，但又好像不用做些什么，不用太特别去准备吧。到时候呢，我就等着拿他们送的回礼来好好的布置岛上。那要送给动物们的东西呢，我就打算送岛上的水果，因为我现在商店在贩售的东西其实很少。小桃一直在看你玩溜滑梯，是不是？他说不定是也想加入啊。嘿，今天是于思婷来到岛上哎。嗨，好哦。连续钓到五条就可以吗？交给我吧。好，那我们今天就来做鱼丝艇的任务吧。我们看会先钓到哪个鱼种，然后连续钓到三只的话，我们就来做那个东西的模型。黑鲈鱼。那我想要钓河里的鱼。有，有五条了啊！有啊，是说大家都不会觉得奇怪吗？为什么我们要去商店买东西，然后来帮他们布置呢？花自己的钱呢？真的是哦。吴国鱼、猪心三块鱼、黑鲈鱼，看来有着落喽。无锅鱼，好，那我们就确定要做无锅鱼的模型啦。对。
连续拍拍拍。嗯，先不用。我要先委托。来。他就是找龙克斯来做模型的。来，吴国宇，拜托你了。那老爸喜欢钓鱼，但他钓鱼能力是零，就只是一个吃鱼专家。啊，就只是看着鱼饵收藏而已了。我买了一个不错的东西给阿姨，我要摆在他家门口。小辣车。是摆横的，好像比较帅一点。来，放这里，这里就是你的停车位。然后呢，七七刚才给我的蹲式马桶，我们就放在这里，给露营地的使用者使用吧。哎、欸，超方便的哦，一出露营地就有厕所。另外赖恩瑞的家呢？这边是不是也应该布置一下？我先把这棵树给缠起来好了。喂，有气球。要3万块。算，好需要。赖恩瑞家呢？这边来摆个书桌好了。好，这边帮他稍微装饰一下。哎，怎么了？你又要给我东西吗？太好了，阿姨人超好的。卡带收音机，你上次才给我一台，放在这里。阿姨是觉得，没有音乐很寂寞，是不是？搅拌机放在这里。那这边呢，放个磨豆机。原来他是想唱歌啊。好好听哦！天哪，太厉害了，阿姨！你应该去参加森林之王的。现在就火鸟家前面是有点无聊了。那我就是有什么家具呢，就给它放出来哦。来，这边这个导演椅，火鸟。可以坐在自己家门口前泡茶。阿姨送的录音机呢，我就留在这里了。哦，这是收音机的哦，好适合老奶奶哦。好了，大概能布置的东西，我就是尽量都把它丢到岛上来了。那接下来我们就等24号平安夜啦。我期待跟动物们交换礼物。平安夜，太好了，我可以见到真夏的零零鹿。哦，音乐不一样哦。嗨，零零鹿，圣诞快乐。
哦吼，怎么办才好呢？哦，好哦，要去摇那个树，对对。但我记得呢，我有看那个胖丁的教学，他说没有摇也没关系，来跟西施会讲话就好了。对对对对，赶快给我给。给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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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耶、yeah ，太好了！来，马上来 DIY。这个要做三个，做三份，我们就可以有足够的包装纸送给整个岛上的人哦，很神奇吧？嗨，我来了，我来了。对，来给你吧。呀，袜子。哦。哦，我很受欢迎吗？这我很不好意思。来来来来，给我给我给我。袋子。好。好。交给我吧。谁在唱歌？哦，又是阿姨在唱歌。阿姨超爱唱歌哦。深蹲的负重物是礼物啦，来给你。对哦，嘿嘿，来七七，七七也来，来交给你喽。大家很集中，我很闹送礼物、哦。来，阿盼也来，是礼物啦，拿去。你们仔细看这个圣诞节包装纸，很像我们台湾的那个菜市场传统的那个三色袋塑胶袋，有吗？哎、欸，三色帆布袋才对，好像哦。我鸟哇，你看我给你的音响你不摆出来吗？你看你家现在什么样子，一点气氛也没有。来，礼物送给你，还在喝芬达，耶、yeah, 很热对不对？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圣诞节这么热、啊、剩小桃和赖恩瑞嘛，小桃不在家，我们现在送给赖恩瑞哦。哎、欸，我现在仔细看呢，你长得比较像圣诞老人哦。圣诞快乐，你才是圣诞老人吧，对不对？嘿、欸，对吧？有什么话想跟我讲的吗？哦，真的哈、哦，正确，没错，正确。好，我们来找找小桃跑去哪里了。哦、oh, ，在这里我看到你了，你也想偷玩溜滑梯对不对？被我抓包咯，圣诞快乐！对哦，好，哎、欸，超快就派送完了这个，在派送结束之前呢。拿着袋子跟阿姨合照一下好了，阿盼要一起来吗？哦，好可爱哦，阿姨。哎、欸，零零鹿，零零鹿呢？拍个照，他人就不见了，不想打扰我们是不是？已经完成了，真的哦。太好了，让圣诞节更有气氛的超棒方程式、啊、哦，圣诞雪橇太好了。好，我岛上又有一个很棒的装饰品了。好的，再来就是要跟居民们交换礼物的时间了。
但是呢，我没有红色包装纸哦。真的哈，来交换礼物吧。但是，对，没有包装纸，给我。好，太好了。我还需要一份哦，阿盼也给我吧。来交换礼物吧。但是我没有。对，给我。不给我。阿盼不给我，还是我身上的要用完才行。可恶，阿盼真精明啊！好，我们先给阿姨吧，来交换礼物吧。希望阿姨可以给我很可爱的礼物哦。真的哦，刚好你很想要哦。什么东西呢？好，我们就来一口气拆开大家的礼物吧。首先，阿姨送的是这个恐龙玩具，火鸟送的是这个立体绘本，七七送的是狗狗，哇，好可爱哦，太棒了。然后小桃是儿童帐篷，哇，这颜色也好赞哦。感觉我的岛上呢，有这些东西就可以变得更丰富了，对不对？再来，阿盼送的是迷你赛车场，最后是赖恩瑞了。他看起来那么有钱，应该会送很好的东西吧？白铁机器人，好吧，也不赖啦。感觉是小桃送的这个，跟七七送的这两个是我最喜欢的。不过呢，他们送的都没有重复，我可以把他们各自，放在岛上的。各个角落。那我决定呢，要在这里，就是加上这个大象溜滑梯哦。我们在这边来做一个阿盼的游乐场吧。小桃怎么突然打开了搅拌机了？你要做这个游乐场的这棵树实在是有点碍眼哦，但没关系，看能不能利用这棵树原本的位置。做出感觉还不错的游乐场，然后在湖边哦，在这边搭个儿童帐篷，也在树下。哎呀，这儿童帐篷的颜色好好看哦！啊，儿童帐篷旁边呢，就来放这个立体绘本。还有鲨鱼哎，那恐龙玩具就放在大象的旁边，这些黑色系的。那白铁机器人呢，就放在这里。白铁机器人呢，刚好跟这个帐篷颜色蛮搭的、哦。那赛车场呢，再放到这边来。赛车场呢，把它放到这边来。哎，好了，这样一个小小的游乐区完成了。我们再把一些今天狸猫商店有在贩售的东西摆一摆。又有钱了，再给我3万块吧，拜托。
10万块，也不错了。然后把狗狗玩偶放在赖恩瑞家旁边，让它看起来像是他家养的狗。再来最后一个步骤，我们要把这个圣诞节壁挂式袜子，林林路送的，把它放在墙上，这样隔天呢，我们才可以拿到礼物。那这个房间呢，实在是非常的空哦。呀，让我们快乐的平安夜有平安的度过了。阿姨到底在干嘛？来，阿姨，我们来跟这门口一起合照一下吧。那我今天实况就到这边啦，感谢大家收看，那我们下次再见喽，拜拜。